監獄，幾好傾喎。其實因為大家同年紀咧，咁例如佢哋睇漫畫同我睇漫畫一樣，佢哋都係睇一拳超人啫嘛。咁我咪借嚟睇咯。同埋佢哋好多係佢哋識我啊，戰望我一落去打人嘅。坐監唔辛苦，最辛苦係白坐監或者坐啲坐完幫唔到香港嘅監。其實我覺得香港人爭取民主，的確係處於一種好大衞面對哥利亞嘅狀態，但係嗰件事就唔係我咯。好諷刺嗰樣嘢係，我係全香港政治犯坐監坐最少嗰個啦，而家。但係我獲得嘅國際傳媒關注係最多，係成反比嘅成件事。我覺得香港人要去問的問題是，點解成日都要黃之鋒俾個答案大家啫？我哋坐監是想跟大家講，香港爭取民主，我哋願意有咩付出，但是大家都要自己去嘗試喺我哋入獄呢段時間裏面揾呢個答案咯。判監啦，應該睇下緩刑有冇機會緩刑啫，不過我覺得冇乜機會。即係其實我四個禮拜就入去，所以大家問我咁多問題就係話啊，咁香港之後係咪每個人都要坐監咧？係咪香港每個人之後都一定要有邊一種嘅犧牲呢？我覺得呢個問題係自己問自己，亦都係咯。點解永遠都一定要我俾個答案咧？你付人 ？Oh really? Thank you. Thank you. Sorry, turn around, guys. Sorry.即其實除了 Bruce Lee 和 Jackie Chan 之外，香港是一個爭取民主的地方，而我相信這套 documentary 是可以讓到一些即是還是以為每個香港人懂功夫的外國人對香港有一個新的理解。